谢谢你们，对大家点点赞啊，点播小赞赞，我们点了40万，可不可以？点的40万，可不可以？你不怕我哥在？嗯，张宇直播是的，嗯，别给那谁算的啊，这人就全都做的嘛，那么是，嗯，抖音官方行啊，这些提醒说这样的，等等，就是说觉得妈的，提醒了我封号了，是的呢。哎，那呀，早就说你没看到啊、哦，早就40了啊、哦，那就40、41、42吧，确实像李梦，哪里像？嗯，谢谢阿东的关注，我长得有那么坏吗？我演，我感，嗯，他演那个电视演的好坏，是不是？坏的不得了。哦，一语都听不懂。有纯色的贝拉有、嗯、不好意思，我没有那个李梦长得好看啊，是，嗯，性格开朗，我性格不开朗的，真的不像。你好你好，嗯 ，nice， 你说哪一个？嗯，耐看型，对对对，我是应该属于那种耐看型，而并不是一眼望过去就很好看的人啊。多看一看，这么多呀，再拉到的就是听不懂藏语，慢慢的嘛。嗯，藏族藏族，不要嘞不要嘞啊。嗯，我是做什么的？我是做这个，你看，今天那一身，今天我这一身吗？是我这一身吗？就是现在吗？还是我今天视频那一身？很像一个明星，哪一个？哦，就是我这一个身是吧？啊，是这个啊，你可以去搜截个图就会有。来了又来了又来了，又说我长公主，又说我是李梦了，家人们。嗯，我现实就不像了啊，我这里比较。我直播间里面我脸很圆，我没有办法，嗯，我没有办法啊，嗯，现在看不了啊，任何东西我不能给大家看，你们只有明天下午啊，我锁定欧姆康庄服饰店就可以啊。对，321给我点点赞吧，这里面好油啊。嗯，确实也油的发光发亮着，这是汗那个。可跳完了啊，跳完了，改天素颜直播看看像不像吧。嗯、我经常素颜直播的呢，好好做实做实业才是好的，是吧？那肯定啊。阿玛啊，那不算了吧，算了。就福相，嗯，希望就是给大家带来福啊好运吧。一个晚上跳几个小时，一个半两个小时，两个半小时左右，三个小时吧，将近三个小时。对大家点点关注啊，记得点关注。每天几点播燕子姐？嗯，每天9:30。9:30，所以大家想要学舞蹈啊，嗯，所以大家想要学舞蹈，每天晚上9:30，嗯，不是说学习舞蹈，就是想要跟着我一起跳啊，陪大家9:30开始，好不好？蛮努力的，谢谢龙鳞，你不努力，然后现在年纪的时候不努力，你等老的时候努力呀、啊。扩妆舞跳了的呀。你跳的舞太好看了吗？是吗？哎呦，祝你越来越好！谢谢谢谢干高山流水的墨镜儿，谢谢。
不想学。可以的，慢慢的学，就是我在跳的时候你们跟着我一起跳就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，懂了吗？谢谢蓝色港湾，谢谢谢谢谢谢关注啊，我们跳舞好看，笑起来更好看，谢谢谢谢高总。谢谢，亮个灯牌嘛，嘎总嘎总，别记人口。谢谢魏姐姐送的灯牌，谢谢姐姐，可以跳我们舞美了，好哦。就是你说的是我的背影的一个舞蹈是吧？我背影舞蹈一般是不发的，大家可以进我的粉丝群，有需要的话我会给大家发我们的背面的一个教程。你们可以进一下粉丝群，点关注亮灯牌。进粉丝群之后，大家想要的一些舞蹈，比如说想要背面，你可以跟我说一下，然后我有时间我就给大家拍拍了，我发到群里面就可以。但大家不可以把我的视频拿去发，懂了吗？你们可以转发，但是不能发到抖音上，懂了没有？每天9:30到11:00就是跳舞的时间啊。谢谢春天，可以啊，那就可以啊，那就点个关注，亮个灯牌就可以啊，很正常的。对，关注了7天之后，你们就可以进去。谢谢谢谢，欢迎欢迎，喜欢看你跳舞的感觉，谢谢。我们就42，我们就下了，家人们。对，点了还有10000赞啊，我们就下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陪伴啊，谢谢和支持。谢谢寄送弹珠送的小星星啊，谢谢。好的，红唇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哦，某宝我很少，某红吗？我很少去看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喜欢看我跳舞，谢谢。咱们就是说，我们家不是很，为什么没有人那个呢？点灯牌呢？对，咱们展馆的吉星可以走一走啊。我看一下，哎呀，40星谢谢谢谢，欢迎欢迎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回事？你怎么黑了？感谢感谢。好好好好的，拜拜。谢谢谢谢谢谢棒棒糖。我今天在林芝当地看过，让我林芝祝福我。这其实看能不能编一下，我觉得。您这祝福我编了的呀，你12级灯牌，你真的是要闹出大天大的笑话。进群要等6天是不是？要关注6天灯牌啊，才可以。呀，你不知道啊，呀，你只会打我的脸，哼。你应该看的有可能也是我的版本。灵芝祝福，我的原创。你给我来一个，这首歌好听，建议你可以编一编。歌非常好听啊。哎呀，12级灯牌呢。谢谢谢谢。不吃西瓜不甜，不甜不消火，而且湿气太大了，要上火。哎呀，真的是12级灯牌，我的天哪！所以说嘛，你看一看就是没有用心，
天，哎呀，笑死我，笑死我，真的是笑死我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，对家们点点赞啊，真的是在搞笑。嗯，你这样的话，我怎么样出去？啊，我们家十二级灯牌的不知道他自己跳的是什么舞蹈。谢谢，谢谢雷哥。嗯，这西瓜都围到鼻子上去了，看到没有？谢谢雷哥。啊，听到没有？他们说你西瓜都喂到我鼻子上去了。谢谢谢谢。你是哪里？甘孜州的啊，甘孜州的。点点赞吧，点42我就 OK 了啊，我就下了，家人们。恐龙教他，不粘，嗯，我今天不玩啊，不玩。傻了，嗯，你才是个少妇，你真的是个，我服了你了，真的是有毛病。不要拉黑啊，就是看，我看一下这快乐的女孩是个女的，嗯。不用啊，不用阿姨不阿姨，说不定你跟我你比较老一点啊，我觉得女孩子说话有些人也不太会得个哪里的。嗯，你跟我站在一起说不定你岁数要大一点啊。你错了，今天回来，谢谢谢谢。嗯，舞跳的优美，嗯，对，我特别。